我们药方的它的主要的功能是提高免疫能力，提高我们的正气，第二个是驱邪，对一些这个时节特定的这个传染病，我们有一些针对性的一些药方啊，有中药放进去，那么达到一个提高免疫能力、驱除外邪这个目的。我们除了这个免挂号费以外，患者呢在网上或者是线下都可以挂号。那么来以后呢，我们就走绿色通道，这个第一时间跟他辨明，开具我们医院的自己的制剂。